我背着哀伤往念奔现实。陈亚翔，这车坏了呀，你这这是发动机都漏油了呀。严重吗？这当然严重啊，这得修。那拿去修呗，你看你修呗。那我你跟我去吗？我不去，我还有点事儿。你要出去啊？嗯。哎呦我去。行，那你转点钱给我，那你过去了。哎，行，你走了，你开始修吧。啊，真好啊，这。Later， 走了吧，走了吧。哦，哎 ，Hello， 晨晨，哎，我给你打了个电话，为什么你不接呀？我已经到你楼下了。哦，我那个，我刚刚没看手机，那个。我在那个十栋一单元十楼，你上来吧。好，那我上来哈。嗯，好。Later， 嘿嘿嘿嘿嘿，来吧。你找谁？我找你啊。啊？不是你找错了。没有啊，我不是你网恋对象吗？那你先进来吧。刚才给你开视频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啊。啊，刚刚就是我呀。开视频也不是这样的，那刚才。那可能是我用的相机问题吧。啥呀？那开视频还能用美颜啊？可以啊，我就是用的这个软件。我刚才给你开视频呀，就是用的这个呀。哦，这里面有美颜调试，有美颜、美妆、风格，还有滤镜，是吧？粉粉嫩嫩的，很好看。这样啊，原来是。是的。哦，好吧，那我把灯关了。你关灯干嘛呀？我关灯。动一下吧，个人有动一下。为了你不感谢。啊？不是，哎，我这咋回事？怎么波声低来了？不是，我说他是修车的，你信吗？为了你不感谢的。